那你还这边比较难爬，这边看起来是整片沙，可能更难爬。这片是整滚下去的。对。把那个细沙在那边，如果要装沙子的话。没有带东西装吗？对，就在石头的旁边哪里比较近一点。没有拍照的话，就来这边。没有带瓶子的就把衣服脱下来。我也要去那边拍。他们去对面等我们就对了，应该是他们滑下去的，对，不是滑下去。